各位观众好，我们历史明镜节目现在又开始了。今天我们请的一位嘉宾，梁国雄先生，是专程从加州的圣地亚哥赶过来的。以前我们曾经请梁国雄先生做过节目，大家可能都还有印象。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个深圳的发展，讲许家屯先生啊，百岁老人许家屯先生的这个交往，都请。但是那个时候呢，梁国雄先生呢是在圣地亚哥，在家里。这次呢，我们是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我们历史明镜节目曾经请过一些名人之后，比如说像袁世凯呀、汪精卫啊，还有一些老作家萧燕呢、萧军的儿子萧燕呢，这样一些人，请过他们做节目，讲他们的前辈一些事情。今天的话呢，我们讲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后人。孙穗芳，他应该算他的孙女是吧？孙子辈，对，孙辈，对。但是呢，我们节目跟前面做的不一样。以前我们做的呢是这个他们的，就是这些名人之后。这一次呢，我们讲的孙中山的后人呢，是请学者梁国雄先生来讲，可能评价呢就更为客观。您没有见过孙穗芳是吧？没有见过孙穗芳，没有，就完全是根据他的研究成果。孙穗芳多年来啊，作为孙科的女儿，就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的女儿，是她是有孙中山后人代表这么一个身份，为世人所熟知，尤其是我们大陆的可能知道这个名字，可能比其他地方可能还更多一些。但是呢，她的自传当中啊，有两段文字之间是有矛盾的，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这个、我承认啊，这个对于孙穗芳的这些事情啊，我是以前不太知道，是这一次、啊、跟这个梁国雄先生交谈，而且看到他写的有关的文字之后呢，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这个不为人知的往事。那就是1950年前后啊，在香港曾经轰动一时的一段官司。孙穗芳他要求自己的父亲孙科承认自己这个女儿，但是却被法庭呢认为证据不足。这桩官司呢涉及到很多人，有很多人都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么呢，我们就听关注孙家的历史多年的梁国雄先生给我们徐徐道来。大家好，这个法林先生好，谢谢明镜给我一个这样机会来讲一讲这个。我10年以前就准备好这段故事，因为没有机会发表啊，今天我们有机会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我所知道的一些往事，以及相关的一些旧的简报和照片啊。我问过很多人，我在回，因为我本人的祖籍是广东中山，也可以说是孙山县的同乡了。但我问过很多人，包括中国政府的官员，以及一些对孙中山研究多年的学者啊，有关孙中山的后人，他们最知道的也就是孙穗芳女士。孙穗芳女士根据她自己的多年阐述，她是1936年在上海出生，她的生母叫严乃娟，曾经跟孙科先生也就是孙中山的独子同居过一段时间。那到1948年孙穗芳就由母亲带到台湾，然后1949年到香港一段时间，好像是1952年又被他母亲送回上海，跟他的姨母外婆生活。然后1955年高中毕业，1956年考上上海同济大学。那1959年就利用一次探亲，到香港探亲的机会呢，就到了香港。然后是1965年和一个富商之后，姓王姓的富商之后结婚。然后就1967年就移居到夏威夷，一直到今天。他曾经在新西兰的开放大学获得一个荣誉博士的学位，所以一般人也称他为孙穗芳博士啊。坦白讲，我对孙中山家庭的历史很感兴趣，但是没有见过孙穗芳女士本人啊。我为什么对这个案子感兴趣呢？最早我是看到了这个孙穗芳女士啊，她这几年回大陆奔走多次，按照她讲从1981年到现在
回中国大陆已经超过100多次了。哦，最近这十几年、20年，他除了演讲，受到两岸这个两岸领导人的这个接见以外，主要是做了两件事情，最受媒体关注的，请我们导播放一些照片。一件事是赠送这个孙山先生铜像，有两种，一种是立像，一种是胸像，听说已经超接近200个了。哦，在各地，包括在香港、在台湾、在中国大陆更多。另外一件更值得关注的事情是，他1996年出了2本书，那年是孙山先生诞辰130周年前后，他出了一本叫《我的祖父孙中山》，这照片上显示，1981年廖承志、邓颖超和孙瑞芳、孙瑞芬两位的合影。哪一个是前面那一张啊？请左边，左边的那一位就是孙瑞芳女士，右边这位是孙瑞芬，她的另外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妹。右二是邓颖超女士，全国政协主席。左二呢就是廖承志，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跟孙家的关系也是很亲的，可以说亲如一家的人。请看下一张。这是台湾总统、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跟孙瑞芳女士的合影。下面这一张是大家熟悉的宋楚瑜女士，那个宋楚瑜先生跟这个孙瑞芳女士的合影。下一张，这一张有意思，这一张是王金平嘛？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在孙科前任就第一任的立法院院长孙科的肖像下面，跟孙瑞芳女士的合影。这个他96年出了2本书，一本叫《我的祖父孙中山纪念画册》。它是主要是一些照片的合集。另外一本书呢，就是我今天要重点要谈的，叫做《我的祖父孙中山》。这本书比较厚，除了有简体字版的，还有同时也出了那个繁体字版的。201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还再版了这本书。他是非常主动积极的，到处赠送这本书给各地的学校、研究单位、图书馆。这个请我们的导播呢把这个书的封面给大家看一下。对，也许我们的观众啊有很多人还看过这些书呢。我的祖父，这是简体字版的，简体字版的啊。对，这是繁体字版的，由台湾的这个叫加河马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再下一张是，请看下一张，这张是2011年再版的。这个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的封面。这个书在网上可以随便很容易的买到。那这本书的正文呢，我们必须说，因为孙瑞芳女士她本人没有受过这个历史研究的这个教育和训练，本身的没有什么第一手的材料，至少就我来而言呢，没有发现特别的材料，也没有见过谁有引用她的书来说明别的问题。但是他这书的后记非常有意思，他的后记相当于孙女士的个人的一个自传，他记述了很多往事，跟他个人有关的往事。这里头有两段文字引起我的注意。第一段呢，他讲到他50年在有香港之行，第一段他就到了那个叫做浅水湾道71号吧，当时孙科也在，因为大陆易手以后啊，这个也在香港住一段时间，蒋介石是不让他离开，不让他去美国，也不让他，根本不想他回大陆，就让他在香港待着。他就住在，不让他去台湾。台湾他不想去，当时孙科不想去啊，那就住在浅水湾71号一个，据说是上两层的住所。当时他的长子，孙科的长子孙志强，还有他当时的妻子，跟他们住在一起。孙科的母亲生母，这个卢女士也跟他们住在一起，那就是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对，卢慕贞女士。卢慕贞女士，这个等一下我们放一段幻灯，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孙中山的家庭的结构。我们先讲这段矛盾的文字。那第一段我们看了中间那一段，他说他见到了这个
他祖母一听说是他来了，马上就下楼来紧紧地抱着他啊，端详了他很久，然后拿出糖果塞满他的口袋，然后依依不抱着他，然后他最后依依不舍地跟祖母告别，场面非常温馨。但是后面一段呢，他就1966年孙科65年回到台湾以后，他66年找到一个机会，终于跟孙科重逢。孙科就问他一句话，那个在这个捧着大花瓶要扔的小姑娘是不是你？那个大门口外面摁了两个小时车喇叭的是不是你？哎，这两段话之间，这就这后面这一段话就有一种显然是冲突以后的场景。这两段故事之间有些什么，有些什么故事隐藏在里头呢？那后来我就去了解一下。我当然我没有专门的去过香港，但是我找了一些旧的简报，就揭示了这一段故事。为了讲这段故事前呢，我们最好先来看一看，孙中山家庭的结构，按照他的那个孙中山他哥哥的孙子孙满，编撰的这个一个家谱，我们也看一看，这个孙中山从孙中山开始往下三到四代人的情况。这是我2006年为了一个演讲准备了一套幻灯。这是倒过来了，我们这是孙中山的曾孙孙国雄一家。对对，这个是第一张，这是前面，这个是第一张。对，这孙中山，我当时这个导播可不可以把它稍微放小一点？因为现在已经出了屏幕了。对，这样好，这样好，谢谢。我那篇演讲的角度就是孙中山一家跟加州的关系。那个我们看了他孙中山先生在夏威夷生活很长时间嘛，1896年第一次到旧金山，1904年那年到了旧金山以后呢，这就是上次你在博客引用过我一段话的那个，他在加州由那个洪门的领袖黄三德陪同，走了很多地方，从旧金山出发一直到洛杉矶圣地亚哥。Riverside 到 San Bernardino， 然后就出加州到 Arizona 到 Texas， 然后到新奥尔良到圣路易斯到匹兹堡，走了一大圈。所以这段故事就04年的故事，然后10年再来，那时候那个在旧金山就建立了同盟会的分会。1911年，他专程到洛杉矶长滩，从旧金山坐火车到洛杉矶长滩，见了一个奇人叫荷马里。想请他当军事顾问，这个，因为08年不是，我是06年做这个演讲，大概是03、04年发现他当时一张火车票，从旧金山到长滩的火车票，当时的火车票都是实名制啊，对啊，都还有名字啊，对啊，这上面签了名字上面的，然后01年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前，还在加州筹款。完成了这个青天白日旗的设计，这个是他对孙中山本人跟加州的渊源。那他下一代呢？这个孙科，他下一代他有一子二女，我们往下跳一张。他按照那个族谱上面讲，孙中山有一个妻子，两位妻子，一位妾室。那个他的妻子原配妻子叫卢慕贞，也就是他的一个他孙科跟他两个女儿孙婉跟孙妍的生母，然后他的南洋革命的时候有一个女伴跟他一直陪着他的，在家谱认为他是侧室，也就是妾室啊，妾。然后他叫陈翠芬啊，没有后代。他曾经有一个养女，姓苏的养女，后来就嫁给了孙中山的侄孙女，降了一辈了。所以这个他没有血统上的后人。那宋庆龄的故事大家就更加熟悉了，也不用我今天再花时间来讲。他曾经怀孕过，但是因为陈炯明炮打中风府，后来就在我们中山大学康乐园的流产了。所以这个故事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慢慢的讲。我们请看下一章。孙中山跟卢太夫人，我们叫称他，一共有一子二女。那个儿子就是孙科，孙科的家庭结构我们等一下可以讲一讲。那他的大女儿孙妍呢，19岁就去世了，没有留下后人，没有结过婚。那个孙婉的故事呢，他是有2次婚姻，有2子2女，分别有一子一女。我们再往下看一看，等一下我们讲他的后人的故事。那孙科跟加州关系也很深啊，
他是1912年进入这个 Berkeley， 然后获得了这个学士学位，然后52年准确离开香港，他就定居在我们南加州那个你们从洛杉矶到圣地亚哥必经的一个叫做 Laguna Beach 这个地方住了十几年，在家里看书，没有什么地方好去。70年他又回到加州大学，得过一次获奖，因为来领奖回到这个加大。我们看下一张，他一共有孙科有二子二女嘛，孙志平、孙志强，然后女儿是孙穗英跟孙穗华。这个孙穗英的名字，那两个大儿子跟大女儿的名字，据说是孙中山亲自起的，这个我没有考证过。这个那个孙穗华出生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在弥留之际了，所以就这个大概跟他没什么关系。我们看下一张。哦，刚才忘了讲，这个孙科的夫人叫陈素英啊，在后来一直在台湾担任过这个国大代表，啊，我们早点讲一讲这个不为人知的这个孙婉女士。孙婉女士在伯克利时候认识了一个留学生叫王伯秋，安徽人，生下了后来他们相爱成婚，生下了一女一子，女的叫王香慧，儿子叫王宏之。这个王香慧到十年以前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在台湾，有子有女，她是来出来竞选，出来助选过，我记得。那她的后来因为他们回到中国以后发现王伯秋原来在乡下有太太，后来当然孙家是不允许这样做，要求他们离婚了，就说他们按照西方的习惯叫他们离婚。离婚以后她重新嫁第二次婚姻的先生叫戴恩赛，也是一个广东人，生了一女一子，女的叫戴成功，男的叫戴永峰。这成功跟永峰，熟悉中国这个辛亥革命跟国民政府早期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孙中山旗下的两艘军舰的名字，永峰舰跟成功舰。蔡永峰也很早就去世了，就没有留下后人。那个戴成功终身未婚，所以也没有后人，所以我们就往下跳这个，那孙志平就是孙科的长子，有两次婚姻，只有一个儿子叫孙国雄，现在也在洛杉矶的北郊居住，往下走，他也在加州长期定居了，这个也获在加州大学完成学业，往下走，这些都，那孙志强的婚姻稍微复杂一点，他第一次婚姻有两个，对，就是孙科的第二个儿子，孙科的第二个儿子，叫孙志强，他有两子，只有第一次婚姻两个女儿，第二次婚姻只两个儿子，两个儿子现在都在这个南加州，在洛杉矶附近，女儿我没见过，我往下走，他也在加州完成学业，然后2001年他来参加他儿子的毕业典礼，不幸发病，就在加州去世。他的遗属现在都还在加州。我们看下一张。那孙穗英住在中加州吧，在湾区吧。这是孙科的长女。就是排行第三，但是女儿才是最大的。最大的女儿。就是他两个子女。那个他的丈夫也是一个广东人，叫林达文，广东新会人。他的儿子叫Gregory， 他原来另外有一个中文名字，后来他就娶了一个印度太太，他就把那名字改成一个，他就改成三利，这是一个印度名字的音。他女儿李君呢，现在是跟孙穗英住在一起，照顾他。我们看下一张。那孙穗华的家庭，因为他在San Diego， 我们经常有机会见到面。他的先生张家公是出生于云南的名门，他的父亲张邦汉先生是云南大学四位创始人之一。担任过云南省委很多重要职务，是比利时一个学建筑的留法学生。他设计主持建造的这个云南大学一个建筑叫惠泽院，至今仍是这个云南大学最显眼的一个建筑，也是这个好像云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吧。这个他有两女一子啊，这个现在都在 San Diego。我们看下一张。
这他们都在家族了，往下跳。这是孙国雄本也是两次婚姻，这是孙就是孙科的孙子了，第四代，最活跃的人之一吧，就可以说是第四代的领军人物吧，长子嫡孙，这是孙科的长子嫡孙，这孙中山算起来是第四代的曾孙的第一人，他有两个女儿，第一任一个日本妻子，有两个女儿，第二任，第一个子女还是女儿，那最后生了一个儿子，年纪比较小，相对年轻一点吧。Brandon 还是有了儿子，就是第五代的这个孙中山的第五代男性的传人，目前就我所知就是他一位，只有他这一个。目前就我所知但是外孙子那边还有外孙子那边有那我姓孙的姓孙的就这一位我往下再看再往下看这个幻灯就是放完了。所以看完这个呢，我们大家对于孙中山的家庭有一个比较一个轮廓吧，至少是了解。因为很多人在不同场合问过我都用这个文字来回应他们，因为这个比较清楚。就我所知，把中英文的名字都列出来，只有我这一份，而且都是可靠，我跟很多人核对过的。这个很有必要因为一般人这么多的子女，多次婚姻，而且。尤其是女儿嫁给别人之后啊，姓都不一样了。对，没错，很让人这个，对，云山雾罩。我做这个还是花一点功夫的。因为第一个是考证孙中山来过加州几次，我是看了很多文献。加州确实关系太深了。对，所以我那个英文的那个叫做 The Bond with California， 就是跟加州的紧密联系。就是当时我2006年。这个南加州的华人图书馆员协会举办了一个大型的那个演讲会嘛，请了中国来大陆来的学者，也请了美国研究孙中山有成的这个白人的学者来演讲。那我要选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嘛，我选了孙中山跟家庭跟加州联系，他们都从一起演讲的嘉宾到听众都反应非常好，都问了我很多进一步的细节。我用英文讲了一场，用中文讲了一场。事后收到了各种不同的反应，都说从来没听说人家从这个角度讲，也不知道孙中山家庭这个整体的结构，所以我就把这个留下来了。11年以后我觉得还是有用，我这呈现给大家。对，那么接下来我要讲一讲孙科这位按照我来，在我心目中，我来美国之前呢，就是按照我们中国大陆看到的文献，就认为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因为孙中山的对，现在我们屏幕上看到的就是孙科了孙科先生。这张照片非常有意思，我翻出来的。因为美国的那个生活杂志在1949年9月到10月之间在广州拍了一大组照片。这照片呢，就是国民政府撤离大陆前夕，孙中山是作为行政院长正在广州呢留守，有不少他的办公室，他跟他的狗，他本人的合影，他的办公室一片狼藉，要搬箱子，要搬走了，有一部分这样的照片。另外还有一张照片，我问的所有人，包括90多岁的广州的老人，他们都不知道广州一条老的马路，沿着这个珠江边平行条路，叫做泽生一路到泽生三路，泽生哲学的泽，生活的生，是孙科先生的号，字，他的字，他叫孙泽生先生。我。从这一点开始呢，我就很感兴趣。我是孙科当了几任广州市长，他到底做了什么工作？我再去找了一些资料，包括孙中山文集，我也找来看了，完全看了一遍。有几件事情，我觉得在这可以提一下。他在被任命为广州市长之前，花了两三天功夫写了一份城市建设大纲，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份。用现在的观点来管理城市的这个条例，它的规划包括建立第一个公园，哪一条城市中轴线，一直沿用至今。广州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名字叫公园前。公园前到现在为止，公交车站地铁站还是用公园前这个站来做命名。但是公园前大家都知道在哪里，几乎全广州人知道公园前在哪里。公园前啊。公园为什么叫公园前呢？公园因为它建立的广州市第一个公园是在广州市政府前边。公园这公园前边那个站叫公园前。明白了。这是
孙科先生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经常拿来反驳我的台湾朋友们，他们嘲笑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叫警察局，你们叫公安局？嗯，我说你错了，这公安局是孙科翻译的，他引以为豪，因为他用英文翻译过叫做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他叫公安局。从二十年代开始，他当市长的时候就建立这个部门，所以并不是共产党弄，是孙科先生定的名字，一直沿用下来。要是按照原意，就是公共安全局。在美国很多州都不叫警察局的，包括 Arizona， 它就叫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直到如今还是这样用的。所以我是，当然台湾朋友是很善意跟我开这个玩笑，包括香港朋友，所以你们我们叫公安，你知道是大陆警察。对啊，但是我说现在是这样，但历史遗留下来并非如此。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译名，我在孙山先生文集看到，还有一个市政，就城市的市，政治的政，这个词也是叫 City Administration， 也是孙山先生译过来的，一直沿用至今，至少有这两点。第三点，我今天要是有时间，我可以讲一个很短短的故事。就现在叫孙山纪念医院的这个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第二医院，原来是一个美商的医院。他因为他施工，外面一条马路施工影响医院，比较有噪音啊之类的，我细节我不记得。这个美国驻广州总领馆派了一个三密去找孙科，当时广州市长说：“你们再不停下来，我就发叫军舰开炮打你市政府。”孙科就很啊，孙科非常生气，这句话对我印象非常深，就是一个三密就跑来。威胁就是中国这惨到了什么地步，你当时可想而知，啊，他当然后来他当了很多国民政府的重要职务了，他当过立法院长、行政院长，1948年成为这个副总统候选人，后来回到台湾，1965年回到台湾以后担任过考试院长，就所以他担任过很多一系列的，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建树的，尽管孙中山。大家都有这个印象，说他这个花花公子，蒋介石的日记里骂得很厉害，说他阿斗扶不起，这个但是按照我后来知道材料，在抗战期间，孙科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外交工作，因为斯大林跟孙中山本身关系比较好嘛，中国派外交官去跟苏联谈判援助，斯大林根本就不见，但孙科出面呢，他至少给个面子见一见吧。给一点援助，所以孙中山不是孙科本人，有时候从兰州出发历险，轰炸、暗杀的危险，跑到莫斯科去求斯大林，还是为中国争取了很多非常紧急急需的那个战略物资，包括军火啊，还有一些燃油啊，包括还有一些特别途径的援助，所以这个功劳我们大家也不要忘记。曾经有人为我们这个抗击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做贡献的人吧，至少是这一点。那他这个跟几位女性的关系，你刚才谈到他说他是花花公子啊，是吧？那他跟几位女性是怎么样个关系呢？对，他的原配啊，陈淑英是他的一个表亲，可以说是他母亲那边的一个表亲。那跟他有两子两女，刚才讲这个现在屏幕上这个照片的哪一个是他的原配呢？对，这是他全家福。全家福。我们看前排左二是孙科先生啊，左三就是陈淑英女士，就左三啊，就右边第二个啊，后排的正就是孙科跟陈淑英中间，这是孙志平，就他的长子。右边这位就是孙志强，这个是他的次子。次子啊，左边这一位，前排左边这一位就是孙淑英他的长女，右边这一位最小的这位就是孙穗华啊，就是他的。次女啊，这是全家福，啊，他的这是，三十年代他抗战前他们在南京中山陵全家的合影，那时候他几个子女长得比较大了，你看后排右二是孙科，右三就是陈淑英，左一孙志平，这右一是孙志强，前排的左边的是孙穗英，右边的是孙穗华，这是中山陵的前的合影，就是他孙科到他的父亲的陵墓这儿来了。对，他有几张那个1929年的奉安大典照片，那质量非常差，我不想就是，影响大家观看，所以没有放上来。
对，这些照片都有差不多将近100年的历史。对，我这是从孙科的一本纪念画册上面翻拍下来的，我稍微修了一下，效果还可以。可以啊，嗯。那么他跟他交集的三位女士，对吧？我们看到的材料上是原配，这是就他妻子不叫原配，就是他唯一的一个妻子。嗯。但是后面又有两位跟他有关系的这样的两位女士。对，我这个我今天要介绍要重点谈一谈这三位女士。陈淑英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她是她的一个表亲，一位表亲，然后相当于是表妹吧。嗯，就是结了婚多年，大概十几年前在台湾去世，担任过台湾的国大代表。嗯，然后讲到孙淑芳的生母叫严矮娟，这是确凿无疑，她曾经跟孙科同居过一段时间。嗯，那接下来后来孙科又认识另外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是这个孙穗芳的生母，这个确凿无疑是跟孙科同居过一段时间。严矮娟啊，大概是30年代中期吧。嗯，有些人说是3年，有些人说2年，他们同居过，但是说当过孙科的秘书，我觉得这是没什么可能的。哦，因为等于为什么这样讲呢？我等一下，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大家可以做判断，他这个没有这个当秘书的资质啊。那后来孙科认识另外一位女士叫兰妮，兰妮就大家更熟悉的，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孙穗芳就是兰妮女儿。我也是来了美国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兰妮只是孙穗芬的母亲啊。兰妮原来有一段婚姻，嫁给一个李姓的一个官宦的后代吧，她的这两位的这个外孙女就是骆家辉，原来驻华大使骆家辉的妻子，也是所谓说前妻，他们是不是离婚了？对啊，他们叫李萌，他是也是兰妮的外孙女，啊，这个跟孙穗芬是没有什么就是同母异父的，有点也就是那种关系。但是骆家辉呢，倒是还是有跟那个孙家还是有这么一点瓜葛。我们没有血缘，开一句玩笑吧，他跟孙家的关系跟我跟孙家关系也差不多，你要数十几个。当然是按照六度空间理论是可以连上来的。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说这句话呢？因为当时大陆有个媒体就写这个骆家辉是孙家的后人，确凿无疑。我看了这是不以为然，这个真的不能那么说。对啊，这个我澄清这一点，就是说他跟孙家这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对啊，当然你要说亲戚拐过来，按照美国人的标准，现在的标准当然可以说是他们是亲戚，但是按照当时这个我们叫 bloodline， 就是这个血缘的关系，他是没有完全没有关系的啊。这个大概的两个家庭的情况，我就先讲这个。那就再回过头来讲一讲这个49年50年那个官司是怎么回事呢 ？OK， 这个我刚才讲了，他48年啊，孙穗芳是由母亲带到台湾，到台湾以后，他49年就到了香港，然后他去孙科想找孙科的故事发生在1950年。但是这一段时间发生什么故事呢？我现在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要的故事，就是孙穗芳当时的名字叫孙琼生，琼是王字旁，就是玉琼美玉那个琼瑶那个琼，生是森林那个生。另外一个名叫莉莉，她直到现在她英文名字叫莉莉珊。这是她当时13岁到香港的时候拍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我今天讲的故事的前后。这是网络上的照片啊，跟现在也可以说还是那个轮廓吧，还是那个轮廓。对对，但现在当然胖了一些啊，他现在比较清秀，已经是六七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就是啊，他当时只有13岁，但对一个13岁女孩呢，我接下来讲的故事呢，就是一定是一个比较悲痛的回忆了，就是他生命中一样比较悲惨的阶段。他和他母亲联名把孙科告上法庭，要求孙科承认他是生女，要给赡养费。就说他们当时经济条件可能比较困难了，因为这个他想通过这样一个途径，他把这个诉状递上了这个香港的中央裁判庭吧。递上了以后呢，他请了一个葡萄牙的律师叫做斯路华，就是
这个英文名，那个葡萄牙名字我也不知道怎么念，就是他中文名叫斯路华，就来帮他代理这个案子。那孙科为了应诉呢，请了香港一个相当有名的，又叫罗文锦，是直到90年代的时候我还听说过他的名字，还是相当，他的家族跟他本人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在香港一个望族了，来代当孙科的这个法律代表。那到当时的中文英文报纸，中文报纸我在我手上找到了一张《华侨日报》，英文报纸就主要是《南华早报》，都跟踪了这个案子。那我们现在看了这张简报呢，就是他不是第一次庭审了，就到孙瑞芳本人，就是孙琼生，他13岁一个女孩子要出庭作供，受到盘结，问他主要是几个事情。他说他一开始跟法庭讲，他到孙科家里，孙科在楼梯上看到他，转身就上楼梯了，因为孙科的夫人陈淑英也在家里。然后但是后来呢，法庭就出示他一封信，写给孙科的，说你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所以你这个前后就矛盾了。孙雄生一个13岁的女孩子，面对这样的法庭律师的盘结，大家可想而知他是多么难受，就当场就流眼泪了。一个小标题在这里不一定看得清楚，叫泪成于睫，眼泪的泪，承受的承，于就是关于那个于，睫是睫毛那个睫，就当时是这个场面，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心酸的啊。是然后那个孙科方面的律师就拿他那个这个孙瑞芳他们拿出来证据，说孙科给他回信的，说这封信不是孙科写的，没有证据说这孙科根本不像孙科写的。这当时我想为什么孙瑞芳会在他的自己的回忆当中有意回避这段往事，实在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是啊，所以他回避，我从心理上我是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回避这一段。然后接下来一张照片，请导播下一张。这张就问到他的生母袁海娟了。这个时候戏剧性的场面就出现了。问了两句，他就说：“我刚才少讲了一句，就是说，孙瑞芳除了要孙科承认他自己是孙科的生女以外，说他妹妹也是孙科的女儿，就两个女儿。这个当然孙科方面的律师就反驳他，这个反驳了很多。这个妹妹并不是孙瑞芬，不是孙瑞芬，不是孙瑞芬，是他是兰尼生的。这是他跟孙瑞芬的关系，这个孙瑞芬当时没有介入这个案子，这是另外一个妹妹。对，然后等一下我还要提到这个妹妹的事情，讲了跟宋庆有关的时候，然后问到严矮娟的时候，戏剧性场面出来了，问了两句以后，他就说这两个女儿都不是孙科女儿，是他跟另外一个孙科原来手下叫孙一鸣的人同居生下来的。当场全场哗然，想不到有他自己说出来的。然后再问他一句，他就说他跟另外一个人叫卓兴民，卓是卓越那个爵，兴是兴旺那个兴，民是人民那个民，同居多年，生下多名子女。然后他拿出来的证据包括这个孙科带他去见过当时的上海市长，就是那个叫什么？我现在我记起来，我想不起他名字了。吴铁城，对，然后还有一个立法委员叫做傅金民，还有一个当时上海一个法官叫吴金雄，这几个人说他请过他们吃饭，说纳妾的宴会，带这个袁海军去以他妾室身份去见过这个吴铁城。这证据还来不及读的时候，法官就根据这个严海娟的供词认为你这个起诉这个表面证据不足撤案，那个严海娟就带着孙瑞芳就离场了。这个我就有个疑问了，他为什么会又主动的承认这两个女儿都不是孙科的呢？我非常疑惑，我跟你疑惑跟你一样，但是我从我手上的证据只能看到当时报纸的，不是漫画不行，我一直想到香港，我相信香港一个这么档案齐备的社会，一定会有当时的报纸留下来，《华侨日报》就是1950年4月到5月间的《华侨日报》，以及《南华早报》这个简报，我想，
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能看到只是这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确实没有说出来为什么他突然转口这样、啊、哎，这是知道我相信，我希望万一有香港的观众能看到这一段的话，能帮我补充点，感激不尽。考证对，就探究这还有一些事情要谈。那他们两个母女两个就黯然离场了。哦、但是孙克仁律师还没有放过，就拿出了两封信，一个是这个傅金明，一个是那个吴金雄的信，以及吴铁城的信，把严爱军提出的几点说，开过宴会请他们吃饭，是承认他妾室身份。或者是还有就是带他去见过的人都否认了，他离场以后还读了这封信，所以这个案子就敲定了。南华日报用很大的篇幅全文刊登，英文刊登了这个法官当时判案的这个判案书。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不可能一一拿出来，我也拿到文件也不是很清楚，就这个案子就过去了。就这个到那时候为止，孙瑞芳还没有机会见到孙克，因为孙克本人并没有出庭，他只是委托这个律师出庭而已。那这个接着往下讲了，那这个案子的话呢就是这样了。然后孙克后来的话呢，他到了这个考试院的到了先住在南加州，后来又回到台湾担任考试院长。孙瑞芳这个时候跟他怎么联系的呢？好，这是我接下来讲的这段故事也要必须要提到的。他1966年他已经结婚了，他突然自己主动的，我已经30岁了，接近30岁了，六年对30岁的也可能30岁差不多30岁的样子，主动的飞到台北，到了台北机场他找了孙克家的电话，打电话到孙克家里，因为孙克那时候地位已经比较稳固了，他就让他的长子孙志平以及他当时的妻子，那当时的妻子因为是第二任婚姻，不知道他们前面的那个历史纠葛，所以就到机场去见他，一见之下觉得哎呦，他长的样子很像孙克，就把他带回家里跟孙克重逢了。所以就后来呢就确实觉得他们有血缘关系，对，至少样子长得很像，然后这个孙克跟他重逢以后呢，这其实第一次见面应该说并不是重逢，他们除了小时候见过他，有大长大没有见过他，就是有记忆之后没有见过孙克。然后他每逢他经济条件好了，嫁给富商之子嘛，他有这个机会，他趁着知道陈淑英本人住院以后呢，有机会他就跑去见孙克。我们有一张照片是他1967年跟孙克的合影，是，对这张照片，我们就请他看一看啊，024，对这个这张照片，69年他是去见孙克的合影，那我们可以解释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他那后记里头创造了一个古往今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名字，他把那个孙克夫人陈淑英叫大哥妈。他也不是说他是孙夫人，也不是说他是他的嫡母啊。以前我们中国传统就是他要是妾室生的子女就称他的原配或者是大夫人的嫡母嘛，也没有称他为这个陈女士。他创造了一个名字叫大哥妈，也不是二哥的妈，也不是大姐的妈，也不是二姐的妈。这个确实很奇怪啊，因为从来没有。我要解释的原因就是他家的这个陈淑英的两子两女之间只有孙志平接纳他，所以他的，我们看下一张照片，他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提这字，我念给大家听听看。仅将此纪念集献给我最敬爱的祖父国父孙中山先生，但是我的两位祖母，卢慕贞太夫人就是孙中山的原配和宋庆龄女士，我的父亲孙克博士，好了，没有配偶了，我大哥大嫂孙志平先生夫人，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这里面没有大哥吗？没有大哥妈，也没有二姐，也没有二哥，也没有大姐，只有大哥孙志平先生，所以他在这个扉页上面提都不提这个陈淑英了，但是后记里头你去看是叫称为大哥妈，是这样一个，就他这么称呼陈翠英，对，陈淑英啊，陈淑英啊，是啊，然后这个这是大概跟这个他跟孙科
孙科1973年在台湾去世，当然也通这个孙志平也通知了这个孙瑞芳去参加这个葬礼。他第一次见到孙志强，第一次见到孙瑞英、孙瑞华，他很主动，因为大家都在场，他就拉大家合影，很多照片啊，所以他就算是认祖归宗的一种行动了。但是事后有一段时间，孙家的后其他后人并没有对孙瑞芳发表什么意见，但是到了本世纪以来，2011年。据我所知，这个孙瑞英跟孙瑞华姐妹联名给马英九写信，说孙瑞芳不是我们孙家代表，他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当时就不承认他是家族的成员。对，因为孙瑞芬当时2001年几件大事是车祸在台北去世，2001年的这个。10月10号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就是中华民国建国100周年纪念日，这两岸的不同的称呼。孙瑞芳很活跃，但是孙瑞英跟孙瑞华就写了一封信给马英九，说他是称自己为孙中山的后人代表嘛，他就说他们不能代表我们孙家，他们没什么关系。对，他这封信有照片的，请导播给大家看一下啊，那张照片还是另外那不是不是那张，那不是说2001年致函马英九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你往下看看，我往听是导播打出来028，这张照片不是给马英九的信。马英九的信我手上没有他们两个签的名的，我只有他们信稿。这张是去年那个孙瑞英跟孙瑞华联名写信给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微信，说不应该请孙瑞芳一家来参加他们祖父150周年纪念日。这是我要讲的另外一封信啊，这是那他们两个肯定对他有反感了，明显从这些信件来跟周围来看。孙瑞芳本人是不是无条件接纳了也不见得，因为我们看下张照片是。就是他那个大哥也不一定，不是完全接纳，不是完全接纳啊。对，我们看，不是这一张，往前一张，这个，这是2011年的报道，这是关于孙瑞英跟孙对是零这 02, 这一张026对，这一张我们看这张照片，这是孙中山的母亲，啊，杨太夫人在那个香港的墓地的一张照片。当时他的墓地因为是修年久失修嘛，漏水什么，那孙瑞芳知道孙中山的母亲就是对，杨太夫人在香港的百花林叫做这个地方，那孙瑞芳这件事情在香港就亲自去看了，就见媒体说要修这个地方，后来孙志平就出面说，当时孙志平还在，孙志平这个时候在哪，在台湾，在台湾，他在台湾有职务，他是那个总统府国策顾问了，还有一些比较高的荣誉职位的。他得知消息之后，马上就跟香港媒体联系说，这决定是我们孙家后人做的，跟孙芳没有关系，啊，但是孙志平亲自出面，以他们孙家后人的身份制止了孙瑞芳介入这个修整墓地的行为。当然，这个墓地后来是他们这边出钱修过了，啊，这是。这是孙家的态度。然后我们接下来讲一讲呢，讲这个有些材料也是不为世人所知的。这是宋庆龄的态度。对，我们来看两张照片。嗯，因为孙瑞芳自己在后记里宣称，他1955年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大学不接纳，说的是战犯的女儿，他就写信给宋庆龄没有见他。然后但是大概也做了一些工作，他才5、6年才被上海同济大学接纳。他一直一生都坚持这个说法。但是我有一个怀疑，知道我就看了宋庆龄后来这个去年前年2015年是孙瑞华，就是孙科的四个子女当中最小的一位，他90岁，他自己出了一本英文的自传。叫做 Sweet Flower， 因为它的英文名叫 Rose。这个是封面是吧？这是他这本书的封面。这个书的封面，对，那本书的印册很少。我是有幸有一本。所以是哪里出的呢？这本书就是在美国出哪个出版社？我现在一下子我都没有。就是英文书。对，英文书啊，
在衰落里头有很多有他自己一生的这个回顾。那这个照片可能是比较早的，就他自己的这个这张照片是他八十岁七十岁到八十岁之间的照片，我可以看出来。他这个书、出这个书的时候，孙穗华已经有九十岁了。就是因为他九岁生日，他要出这本书，2015年。那、我们看下一张，他信头附了，这就是书里面附的。对，1979年2月6号，宋庆龄给他的一封信，因为有四页纸，比较长，手写了以后，要怕他们看不清，叫人用英文打出来，英文打字机打出来的信。啊，我现在把他手写的这一段，大家快进的看一眼，这是。宋庆龄，因为1979年什么日子呢？因为中国美国的通信已经畅了。这个孙家的其他后人亲戚曾经去探望过宋庆龄，把这个孙穗华的信带过给他，那个宋庆龄就马上给以祖母的身份给他们回了一封信。那下一章我们看他重点说了什么东西？这一章是吧？对，他的这段英文的大意就是说，最近。兰尼和他的女儿和他的丈夫，一个美籍的约旦这个大概是飞机驾驶员吧，要来看我，我不见他们，我拒绝了。然后呢，这个严女士的女儿曾经给我写过信，说她跟她妹妹都是我的孙女，是你父亲的女儿，因而是我的孙女，要跟我住在一起，我当然拒绝了。这就是他唯一跟孙穗芳的这个交往。我从这里看，也就是孙穗芳自己提的也是一封信嘛，他自己提一封信，但所说的内容并对不上号。这是孙穗芳提信的要求，无非就是说我要跟我妹妹住在你一起，照顾你。是所以就这两封信，宋庆龄就很干脆的还是拒绝了。当然，我理所当然拒绝了。他还担心这种事情以后还会不断出现，你大哥跟你们怎么办？那宋庆龄还很为他们着想，这是宋庆龄的态度。这是下一来我们就要讲一讲，大概讲一讲这个中国政府的态度。中国政府态度，我按照我大致的分，可以分三个阶段。因为从八十年代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嘛，叫做区别对待。就是跟把孙穗芳、孙穗芬跟孙科的其他子女后人区别对待。90年代呢，就是这个婚生子女和这个非婚生的子女两个女儿，两个女儿区别对待啊。我们再看下张照片，我有一个，就是从宋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啊，这是宋庆龄的告别仪式，宋庆龄去世了。这张照片里列举这些人呢，从右边开始算，除了那个警卫的战那个士兵以外，是孙穗，应该是孙穗英，然后孙穗华，然后是戴成功，就是孙山的外孙女。这个男士是男士，应该是张家公啊，这是孙穗华的丈夫。这下来这一对夫妻呢，有意思，他是加拿大一个教授林达光，跟他的夫人陈素，宽恕的恕。林达光是孙穗，是这个孙穗英他的小叔子，他丈夫的弟弟，而且他是加拿大的宋庆龄基金会的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这个陈素本人呢有意思，他的父亲陈行原来是宋子文在中央银行的主要助手，所以他跟他们家是挺有渊源的。那下来这对夫妇呢，是孙科的内弟，就是也就是孙穗华、孙穗英他们家的舅舅，然后他的夫妻，然后他们女儿陈燕，他们的亲人在这里。按照新闻报道，孙穗芳当时还没有赶到北京。我们再看下一张，下一张我们看到追悼大会了，是吧？那追悼大会呢，这个对上面列举了很多名字。第二段我们看第二段，宋庆龄同志的亲属孙穗英开始，一直到孙穗华、戴成功、张家公、林达光、陈树、陈志坤，就是他的那个孙科的内弟，就是陈淑英的堂弟了。黄淑珍是他太太，陈燕是他们的女儿。倪斌是宋庆龄他们母亲那边的亲戚，树立在他的遗像旁。下面这就有意思了。昨天从旧金山檀香山赶来参加丧礼的宋庆龄同志的孙女
孙世芳也参加了追悼大会，他没有站上那个遗像旁边啊，这单独提出来的。对，但是现在，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我网上搜到的，到1986年，不还是刚才那一张，最后那一段，民革中央领导人人大会堂宴请前来参加纪念活动，所以纪念活动就是孙山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的亲属，一大孙穗英、孙穗华、戴成功、陈志坤夫妇、孙国雄，刚才讲了，就是他的孙山先生的曾孙，孙必兴是他那个孙必兴、孙必胜、孙必立、孙必成，都是孙山的兄长孙梅的后人啊，曾孙一拜的后人。然后这是分号，大家注意啊，这分号啊。然后孙穗芬他的母亲南妮也是分号。然后孙穗芳以及已故桑镇将军的夫人安田作子、王兴的女士雪君度等人，你看，这是我说的区别。他们，我问过他们，他们不坐在一桌上面，坐在不同的桌子上面啊。这个是我可以确凿无疑的证实，他们并不受到同等的对待。啊，这是我们看来看下一章，为什么我说80年代的时候基本上是同等对待？哦，这一章等一下我们再说。那90年代呢？就相对就比较和缓了，就是没有什么区别。但是90年代发生了两件事情，使得后来这个大陆政府对孙穗芳有点另眼看待的样子。第一个呢，那时候精神警察会的演讲，从96年什么的开始，他就讲他就因为他笃信佛教，他会讲这个我昨天晚上金光照体啊，公开演讲。那大陆就以共产党是以无神论自居的嘛，就对他这个当然很尴尬了。然后就说，昨天晚上我祖父给我托梦，叫我怎么怎么做。这个后来，这是公开的原因，政治方面的原因。后来大陆就有点淡化他来访问。从那时候开始到后来，他没有见过中央一级领导人。据我查到的资料来看，他当然捐赠铜像啊、证书啊。省一级、市县一级，还经常见到的。内部的原因呢？那后来无意中跟一些接待过孙穗芳的人交谈，他们跟我讲了三件往事。第一件是他跟孙穗芬同台吃饭，不知道是哪一次。这期间发作骂孙穗芬，说你母亲那时候扣押我母亲生活费，本来就把他们两家安排在一起的嘛。那弄了以后连这个都不敢再安排，都是非婚生的，对对对，非婚生的女儿，身份应该是相当的。对，第二件往事呢，就是有一次他们一起去参加一个仪式，不知道是中山陵还是什么地方，他就骂这个孙穗华的丈夫张家公，说他用相机的袋子砸他，当众后来两个人冲突得很厉害，后来是这个孙穗芳本人的儿子，不知道是王祖荣还是王祖耀，把他们分开了。那以后他们这两家人也不能在一起安排了。所以另外一件事情呢，广东后来也不待见他，因为孙科原来的房产，在广州的一处房产，在现在是广东省委招待所，叫珠岛宾馆的一部分。那个房子解放初期叶剑英曾经用来做住宅，后来毛泽东去广东的时候也住过两次，这个被称为珠岛宾馆2号楼。那孙家的后人，这孩子们呢，都叫他船屋，因为他这个小岛的最尖端上面像一条船一样对着江水。我后来查了一些画册，上面叫船炉，船就是这鱼炉，鱼是钓鱼那个鱼，炉就是渔业那个鱼，炉就是庐山那个炉，它就像钓鱼的炉一样，有点隐逸的意思，也可能是孙科自己起的。孙翠华有一次去参观，我这个接待我这个人告诉我，说他要索回这个房子的这个产权。后来当时大家就愣住了，说这个我没办法处理，后来就请示了，就是说拿出遗嘱来说你不在遗嘱上面，就推了他。所以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吧，所以因为孙穗芳这个人，因为他的出身，这个他必须争他才有，他跟孙穗芳跟孙穗芬就他大概家境比较好，他也不怎么争。那孙穗英跟孙穗华更加不用争，他就是他们也不用争，这也很低调。孙穗华他不争，他没有啊，这也不能说他这样子就是
就是有什么非分的行为，我至少我个人不是这么认为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句笑话呢，就是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说孙科有三气。什么叫三气呢？第一，他是国父的儿子，长公子，早年自己亲身参加革命，所以有革命脾气。第二个呢，他是大公子，他有公子脾气。第三，他在美国留学回来，他有洋脾气。有时候是一种脾气发作，有时候三种同时发作，你谁也受不了。所以我们开句玩笑吧，我不说对孙世芳女士什么不敬，也可能是遗传的原因，她有时候也有这些脾气。革命脾气当然没有了，但是这个洋脾气跟这个名门望族后人这个脾气，那也可能会有啊。所以这个就造成了这个大陆后来就没怎么请这个孙世芳参加一些重要的活动。我这别的事情我都不提，我现在先提一些这个跟法林先生有关系的事情。因为在200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重要纪念日，那时候就在11月12号的当天，就是孙中山诞辰的当天，本来早就预告了一个节目啊，请导播把那照片拿出来，刚才那个就房子围着那个、就是、对，就这一张围起来的照片。这是武汉吗？这是汉口一个、哦、我都认不出来，我的武汉人都快认不出来，不知道是哪里。原来是准备在这个地方举行一个孙世芳的赠书仪式。赠书啊，这把他刚才我们讲这个书赠送给当地图书馆政府的。就头一天晚上突然就取消了，当时海外舆论大哗，我看到了有大纪元啊，有这个阿波罗啊等等媒体都骂这个大陆政府，说他们口头上要纪念孙山，其实根本就在破坏。但是我消息传到我这里，我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因为事先我已经知道了，在北京的活动请了孙瑞华、孙瑞英他们、孙国雄他们都在北京，然后这个中央政府包了一个飞机，由那个民革中央主席陪同他们，在北京活动以后结束以后到南京，到武汉，到南京，到广州，有专机参加的。但是孙瑞芳本人是安排在武汉，在就没请他去北京，没有请他去北京。那孙瑞芬本人在上海，因为中央，我听到的消息是中央说不让他们两个过长江，只能长江以南活动，这样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你这个不要摇啊？为什么孙瑞芳在武昌活动是很活跃，有新闻报道，他要到中山公园去搞这个活动呢？你来解释为什么？因为中山公园是在长江北岸，他要不许过长江，那就是说只能在长江南岸，就是武昌这边活动，就是说。武汉跟湖北政府当时没有很好领会中央这个意图，就所以活动原来安排好了，招待得很好，但是突然发现哎，这长江以北了，这违反了中央的规定，所以就不让他过长江。这次活动北京的大会结束以后呢，那一批中山的后人离开了北京以后，哎，他们又去北京活动了。那个时候就这个禁令就失效了啊，因为活动已经取消了嘛，取消了，已经完成了啊，他就很自由的走了一篇，也有些新闻报道，但他没有见到中央领导人，当然，这是后事了，因为别的时间别的事情也我们来不及。我最讲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发生的，就是去年我刚才讲的孙瑞英跟孙瑞华联名写信给余正生，说不应该请这个孙瑞芳本人，他跟他后人去参加这个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嘛，但其实他们第三代人都没去。因为年事已高的，要个身体原因吧，都没有成行。但是孙国雄是带了一批后人到北京去参加这个活动的。他们参加活动包括到香山去参观这个孙中山的衣冠冢啊，到劳动文化宫参观当时的那个灵堂啊等等都去了。但是有一篇很不起眼的报告是说，这个孙瑞芳的儿子王祖耀自己一个人去看这个，对，这个屏幕上的就是王祖耀啊，他当时这是孙中山的这个在碧云寺这个陈列馆，在西山的碧云寺陈列馆，北京西山碧云寺啊，这孙中山的陵这个遗体在停放很长时间，直到南京的陵墓建好才移陵到南京了。这个王祖耀进门还被拦住了，
后来他出示了这个他受邀参加这个纪念大会的证件，他们才发现他也是算是孙中山的后人，他请他进去。他这张照片纸的照片是当邓颖超跟孙瑞芳握手的照片、哦、啊，他指着这张照片，就说也知道目前还是区别对待的阶段，就是啊，我作为他的故事，我们还有很多，我们今天大概时间限制，对，我们来讲一段结语。嗯，讲，因为有一个意思啊，最近不断有人新发现的史料，所谓有一些孙中山在日本有一个夫人大月勋，对，有后人还在。孙瑞芳本人很积极去日本跟他们见面合影，但另外一个人在台湾叫孙成武，他也跳出来说，这个他的母亲，他的曾祖母吧，是他的祖母是一个山地族的一个女子，也陪伴过孙中山，有后人。那个孙瑞芳很恼火，就发表声明，见媒体发表声明说，就痛斥这个人的行为，说你根本没有根据的，我生生愿意跟他做 DNA 的这个对比啊。哎，这个事情给我一个启发，因为孙瑞华那刚才讲那本书里头啊，这个讲了一段这样的话，我们只读他第一句话，就说 Over the year there had been people claiming to be my grandfather's children in or distance without any real proof scientific or otherwise， 就说没有任何的证明，不管是科学方面证明或者其他书面的证明或者其他证明。那这个 scientific approve 我很感兴趣，因为如果哪一位有可以联系到双方人士，请他们双方做一个 DNA 对比啊。如果是的话，大家团聚皆大欢喜；如果不是的话，孙芳女士就退出历史舞台就是了。啊，我这句话说的有点不知道切不切实际，也希望各位观众花了这么长时间看完这个节目以后，看是不是赞同我这个提议或者是一种想法吧。谢谢大家。嗯，好，刚才说的最后说的这个问题啊，按照当今的科学来说的话呢，就不是个难题了。所以在70年前、60年前，那可能是个难题。那个时候怎么证明是有血缘关系，是不是他的亲生的这个后代，那可能比较麻烦。现在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很容易了。当然即使容易呢，我们从这个问题上所看到的呢，不是说是光是这个是不是血缘，而是从中透视这个社会心理，很多人心理。刚才这个国雄先生已经说了，就是孙瑞芳他为什么这么积极的要努力证明自己就是孙中山和孙科的后代，因为他本来他那个地位就不像他们那几个婚生子女那样，那是法定的，就是他本来就有，而他如果不争的话就没有。另外的话呢，除了这个因素呢，我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所有的名人之后啊，他都会受到这个名人或者是光环或者是阴影的影响。我们以前介绍过很多名人之后啊，他就是忙不迭的要从这个阴影下走出来。因为这个如果他的前人是被当权者所判定为是历史上的负面人物，那么他们的这个负面人物这种评价就不可避免的就会影响到他的后人。那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那更不用说了，对吧？查三代查八代都有，那你这前辈有一个是这个所谓的黑五类，后来就更多了，黑六类黑七类黑九类，那你这个子女都会受到影响，甚至是三姑六婆都受到影响。那么他们是感觉到就是要尽量的跟这个名字离得越远越好。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名人呢是个正面人物，就像孙中山这样的，两岸都承认他是一个伟人，那么不可避免的就有刚才你说的最后那种情况，他就要说这个自己也是孙中山的后人，是吧？最后这个例子，像孙瑞芳呢，我个人感觉他是他们的后人呢，应该没有太多的疑问啊，应该说是。当然，既然是。不管是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女，应该享受什么样的法律地位？那按说的话，两岸这个方面的法律应该说是比较健全的。当然，具体什么遗产呢这些问题的话，那他们家族自己内部，他们当然是有他们的说法了。但是，就从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来谈到这个他后人回，就我们的标题啊，孙中山后人孙瑞芳回避的一段往事，
我们从中呢可以领悟到的就是很多这一类的现象。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各位的这么长时间的观看，谢谢国雄啊，这个多年来研究这个问题，你还有很多故事，咱们今后啊，还要请你慢慢的再来讲。好，有机会一定跟大家分享。对，好，我们节目到这儿，我们也谢谢导播。今天的我们的图片很多呢，但是呢，这个我们呢，因没有来得及做字幕，这是这个图片的说明没来得及做字幕，这是我们的疏忽。今后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做点字幕，大家可能看起来就更加一目了然。好，谢谢导播，谢谢，尤其是谢谢关心中华民国历史、关心孙中山这样一个名人，以及他的后人孙科，他们的后代的故事的，我们感谢大家，再见，谢谢。